打三十几年冇理由行错，肯定系呃人噶，喺度听。咁你坐咗车啦嘛，坐车系咪要俾钱啊？喂，我冷气都要啦。哇，唔好乱签，真咗好恐怖，仲要捐20蚊。喺边个班长？边个话事啊？切，俾个啤酒啊！有坏人啊！佢话。艾晴轩同2047特首上学去，今晚10:30，99台 ViuTV。